这也是我一个就是从以前一直以来就是幻想的画面。要找好姐妹出国这件事情是我一直想做的，很多朋友就是出国就会吵架嘛，所以其实有点紧张。你就像韩剧的女主角，我都觉得好害羞，好丢脸。拜拜，很快耶，很快耶，我吓死了。也是要真的很 close 的人才能够去完成这件任务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经验。一直都有一个幻想的那种泡泡情景，就是在交往的对象里面，一定要跟他有机会可以一起出国，好舒服哦。头一次跟甜甜出国，你答应我，你说你今天会让我逛街，你不可以骗我。但没有想到，居然第一个完成我这个愿望的是我的男闺蜜。Hello， 嗨，台湾你好吗？很好，你呢 ？Hello， good day。我们等一下去那个地方是打卡的热门景点。哇，很少到了一个环境会让你有这么强烈的恋爱冲动。在欧洲吃这么多 cheese， 但是还不知道 cheese 怎么做的哈。哇，好温暖、喔。然后要去按压，是不是？热热的，好温暖哦、喔。嗯。什么口味？什么口味？原味。How old are your boyfriend？ 13。He is 14. Why you laugh so loud？ 原版笑到流眼泪。You feel sorry for me？ If you single， I will marry you 。伟如在我生命中又更特别一点，我们两个之间都是以老公和老婆相称。这个好可爱哦、喔！那我们可以有一个，我们可以做我们爱的晚餐。大家一起去哪里玩的时候，我们都会选择对方当自己的很好的伴侣。涛涛，是你亲的，是你亲的餐厅。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解体耶！哇，潇洒舞真的是让我们融入当地更快速的方法。你在干嘛？你让反了。这是世界上最好的 Elmer， こんにちは。啊，こんにちは。我跟你讲，你在想什么？哇 ，so beautiful！ 我从来没有想过喝酒又有这种学问。Hello， 这一次是我们两个比较密切在一起，就是默契啦。24小时一直相处在一起，就觉得好像回到以前那个感觉。Yes, I do. I love you.